老花医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厕宝们的养花问题啊。第一个厕宝说桂花啊扦插了半个月。关于提到扦插这个事呢，我就想跟花友们说，扦插呢大家不要抱那种很高的一个期望值，你又不是我们大棚里面搞生产，你又做不到一个绝对的一个杀菌和保湿，自己扦插的玩呢，你扦插十个下去能活一两个就很开心啊，本来就没什么成本的东西，对吧？这个臭宝说是假活吗？没出愈伤组织这种假活应该是不应该啊，咱只要长了根就好了，我现在看不到您那个长根，扦插的已经成功率就已经很高了，基本上插一个活一个了。然后呢我看它是要开花是吧，别让它开花啊，要长叶没有事，长叶的话就没有事了。像这种的话可以扦插的时候最好是保存一个什么呢，就是一个盆里边插一颗，你等它长满根了你一栽成活率也高，你像这种你一盆里边插好几颗呢，你到后期你还得分了以后又上根，它就会不太好。这个应该不是假活，应该是活了，应该是活了，好吧，下一步你就考虑这个移栽了。下个臭宝老花艺，这个小籽儿我怎么给它分出来呀？再长大一点，别等它太小的时候，就跟断奶一样，那小狗小猫你也得满月了是吧，是吧，小孩也得百天了对吧，所以说呢再等它长大一点，等它壮一点一掰就开了。下个臭宝，我有一个美子袋里的栀子花哈，它还有救吗？现在这个是基本上没救了，已经死掉了。臭宝，栀子花呢你不要跟绣球啥的放一块养，它需要一个很强的日照，很好的通风，良好的浇水和施肥的管理。你如果说没有光照啊，通风不好，它养栀子花您趁早放弃。很多话老花，我想养栀子花，我先问它光照怎么样，光照不行放弃吧，不要养了，好吧。这个就这个根系都这样了，没救了没救了哈。下个时候吧，说月季分盆的时候啊，有的有硬块摸得像木头一样，知道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吗？一般呢都是根瘤，月季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，你像根瘤了这了那了的，这种这属于很正常，就跟人一样是吧，长个包了这了那，有的影响，有的就没什么大事，不没有大碍，有的品种它就那样，但是现在培育出来，你像天狼月季家培育养的很多呢，它就不爱得根瘤了，好吧，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。所以说买月季这一块呢，有的话说你不卖月季吗？我觉得哈，天狼家的月季除了贵没别的毛病，苗情也好怎么着也好是吧，你可以多去咨询一下。对于他来说我养月季呢就算个门外汉了，但是呢月季花这个东西呢是最适合在北方地栽的一个植物，它喜欢那种干，喜欢晒太阳，好多的花友大部分都是南方盆栽，雨水又多阳光又差，结果呢就是很难养不好，一般主要是症状在这儿，所以说一定要给足光照，浇水就维持一个干湿循环，你看它上面有刺不是，它耐旱能力很好的。下个臭宝，月季加百列同时长了五根笋，说这个强笋对根系的负担不小，这个怎么办？你可以大量的施肥啊，可以大量的施肥啊。你如果说害怕一些个无机肥来烧花的话呢，你可以用一些什么呢，你比方说奥绿的，或者说我手里面拿这种花了多的对吧，用一些缓释肥可以稍微多一点，这个没事，可以多用一些粪肥，还有呢就是日常时候浇水的时候千倍的磷酸氢钾整上，没事，你根系负担大，你就像人家有的当爹的拉扯五个孩子照样能供清华，这是吧，你得多挣点外快。没事啊，给足光照啊，还是那句话，给足光照，如果说你感觉负担确实大，你就抹一下牙就减掉一些就行了，没事啊，看得来就行了。下个臭宝，咋了？治了几个人都说不一样。虎皮兰心里烂，你往心里浇水了，应该是往心里面浇水了，好吧？这种就是常见的一个烂心了。别总是虎皮兰这个东西呢，它是最适合在室内的。一般啊，我跟大家伙说，浇水的时候不按周期，但是它一般呢，一个月左右浇一次水就已经很烧高香了。你像我之前在高碑店，我那房子里边我放了一颗虎皮兰，我一年就浇三四回，都是等干不赢了，土帮硬了。我摸的都稍微有点发软了我才浇水，你养花也这样，你看你浇那些水干啥，没事的时候还往那个心里边浇，水多了它就烂，它跟多肉啊什么的养护方法差不多，但是呢它跟多肉不一样的在哪呢，它的耐阴性更好，好吧。跟花友们再说一下关于咨询养花问题这个事呢，老花医是做的这个呢是免费的，是不是？希望花友们也不要去是吧，耽误我的个人生活时间，我有时间了就抽空给大家回，以真忙不过来了就真没办法，希望大家能够担待，老花医也没办法像孙悟空一样拔一个毛变十万八千个。要不说你点个赞，有养问题你视频120元就行了，我们看到都会回的，他们解决不了的就由我亲自出面，我是老花医，养花真人，不着急点个赞啊，拜。嗨嘿嘿嘿嘿。